好比亚波好的亚只是伫咧旧历八月十五圣诞日一天，除了拜亚丁以外，庙方人员过来准备下晚的茶叶蛋，甲信众分享八两克的转运术。河滨亚波福德宫八月十五举办盛大庆典，为福德爷祝寿。亚波福德爷协进会理事长担任主祭官，河滨镇长阮厚觉、山西乡长苏伟俊、甲关议员闽台等人，这会出席祝寿团拜典礼。河滨亚波福德宫福德老爷吼，今仔日穿着这个真好的这个好物啊，要来教大家一个小撇步，就是一年一度吼，咱会当伫咧中秋这一天，良时吉日啦，来食这个茶叶蛋。啊，茶叶蛋伊上重要的这个意义，就是被剥开，马上可以吃，叫做突破。然后也要带给大家良好的好运啊。然后这个呢，茶叶蛋带回家啊，吃完之后记得一定要自己双手捧着茶叶蛋，在茶叶蛋许个愿，然后把这个茶叶蛋的蛋壳啊，带回家埋起来，让所有的好运啊、跟坏运把它埋掉了，好运带进来了啊、这个是今年中秋节哈，亚波福德宫福德老爷伊啊，伫咧前无偌久一个月前来支持，一定爱伫咧好日子带予大家，年年拢好运。亚波福德宫三年前开始中秋拜阴灯活动。今年福德爷阁有新的指示，要甲信众分享中秋转运的小撇步。祝福我们的国家可以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那祝福我们的台湾每一个百姓，通通可以安居乐业。祝福大家平安快乐。白米蛋深色外壳，就亲像派文同款，所以将蛋壳掰掉，除了突破意思以外，阁有去派文的含义。林玉香理事长表示，重点两卡袂当乌白乱弹，爱找一个有土的所在抬起来，好运地当地里来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、何美彩虹报道。